点是还有大奖要送给大家，你们都有拿到摸彩券了吗？秀给我看看好不好？都确定有拿到吗？我昨天主持一个活动，有人还不见了，所以如果抽到大奖的话，请一定要收好来。来到现场，你只要讲出一句客家话，或者是秀出你的桃园市民卡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一张摸彩券了。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桃园对我来说呢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因为我在这边有非常非常多很棒的回忆。不过在开始今天晚上系列活动之前，我先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现场的贵宾。有这么多一系列好客闹活动，连续这几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最期待，我们非常谢谢桃园市客家事务局给我们这么多支持。待会晚一点的时候呢，市长会亲自来到现场。不过呢，首先现在欢迎我们桃园客家事务局的副局长赖欣达，赖副局长，副局长好。谢谢副局长连续这么多年给我们这么棒的系列活动。接下来呢，身旁的同样是我们哈嘎斯布 Q 注音 B 俗，欢迎是姚嘉问姚主任秘书，欢迎。还有现场朋友们，我想再一次感受到大家热情。当我说泰嘎后收，你们跟我说后好吗？哦，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吃饱哦，还是你们是为了待会的 Mazka 哇哇 crispy 来的吧？是吗？没关系，我先聚集一下大家的能量，集中在你们的核心的地方哦。现场的朋友们，泰嘎后，很棒很棒！今天呢，就是要带着这样子的热情，一直持续到最后，好不好？谢谢你们。当然呢，今天这么多这么棒的活动，而且呢，待会在活动现场，今天准备给我这个伸展台啊，就是让我还有待会的歌手们呢，有机会能够走下来跟大家互动。所以呢，我要先把待会互动要送礼物的这些提示先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记清楚。我先请问一下，有没有是非桃园市民在这？有吗？不是桃园人，今天特别，你是为谁来的呢？就是你，你是娃娃的粉丝对不对？马斯卡的粉丝啊，我先确认一下，马斯卡的粉丝在哪里？那你们会唱他那一首客家妹吗？就在唱我吧，你们知道我是客家妹陈明珠吧？竟然没反应，你们等一下不行这样子哎！你们知道我是客家妹陈明珠吗？谢谢啦。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待会呢，除了有娃娃、有 Mazka， 还有郑伟，还有管理老师，还有 Crispy 会来到现场，而且呢，压轴的演出之外，还有大奖都在后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留到最后哦。不过我们还是非常谢谢桃园市政府的农业局举办了和你相遇系列的莲花活动，才能够让我们透过这活动呢，更多的认识当地这个莲花的系列的文化，品尝到莲花的美食。那么非常非常感谢。好，另外一个重点，你们知道明年2023年的时候，在桃园会发生一件大事，你知道什么吗？知道吗？现在就先举手，那我就要拿奖品出来了。好，明年2023年呢，为什么我也这么兴奋？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世界首次以客家作为主题的世界客家博览会。我相信大家可能不晓得吧，客家呢是世界当中的三大迁徙民族之一，我们能够选在台湾举办这个世界客家博览会，对我们来说，而且又是办在桃园，意义非常重大。好，小老师要来提示给大家咯。刚才我在旁边的时候有稍微 announce， 你们有记得吗？明年会在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举办这世界客家博览会呢？有人记得？有真的知道是不是？那我等一下点你，我先提示一下，我先提示一下。好，在明年2023年的8月11号到10月15号，会在桃园地区来做举办。那当然，我们非常感谢有双北、新竹县市、苗栗、台中、云林等12个客庄地区呢共同来参与，而且呢有两大主展馆是世界馆跟台湾馆，那么让大家看到世界客家风貌。为什么我会这么期待呢？因为我的眼界狭小，我看到只有台湾的客家。我们期待在明年的时候一起感受到世界客家之美，你们要来哦，好吗？一听二来哦。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主办单位呢请我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我看到今天上万人的人潮就知道待会中奖几率一定会超级高。你们的摸彩券都有投入摸彩箱了吗？
你不要两张都放在口袋里耶，那真的会很冤枉哦。好，我现在看到我们的莲花协会的理事长王理事长也莅临了，欢迎理事长。大家有空啊，一定要去理事长的莲花园看一看，太神奇了。然后听听理事长他跟莲花神奇的故事。很想出国，对不对？没关系，待会听音乐，让大家感受到为出国的感受。好，七点要封箱哦，所以请大家要准备好，让你的摸彩券都有投入到摸彩箱。刚才都有听到，我有先稍微泄露一下今天大奖有什么，对不对？超大的，我觉得太贴心了，因为有 Fuji 的按摩椅，还有雅马哈舒伯特的家庭音响系列，已经礼物好到呢，我经纪人都要去领摸彩券了哈、哦。大家只要出示你的桃园市民卡，或者是讲一句客家话，就能够领到一张摸彩券。好，我知道你们已经等不及要一起摇摆了。刚才 Swallow 摇高已经让大家的身体开始有一点律动啦。接下来呢，各位现场朋友们，双手借给我，戴着口罩依然露出你灿烂的笑容。我要一起来欢迎到这位歌手。